ま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。私たちの描くお話は私たちが決めるんです。そう、だからこそ終わりになんてさせません。まだまだ続けていくんです。私たちの物語、私たちの青春の物語を。我们的故事要怎么去讲，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我要行动起来。所以，这个属于我们的故事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这是我们的青春的故事。不想小子变成杀人犯，那种阴郁又压抑，我想起来只有苦涩的故事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哪怕那是正确的，哪怕世界的真相就是这样，可我就是不喜欢。我觉得平平凡凡就很好，虽然我很普通，也没什么个性，但是唯独对待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妥协的。我喜欢的是那种可以凭友情跨越苦难，付出的努力也不会被人轻视，就算幼稚也能让大家都露出笑容的故事，还有最后能让所有人都获得幸福的故事。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平凡的故事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强迫我们。我们的故事要怎么去讲，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所以，这个属于我们的故事，现在才刚刚开始，这是我们的青春的故事。不会吧，伊甸园条约，老师难道说你